风，忙到我飞到了外太空，那里有很多的动物，小狮子最呆萌。小狮子看着我很奇怪，他的家从没有客人来，我跟他说我是地球人，他也没明白。小狮子和我不陌生，他伸出手和我碰一碰，他说他也爱做梦，他要去旅行。我问他要去哪里，他说他还没决定，我说那就跟我走，我们一起去火星。点赞分享，感谢支持。